欢迎各位收看五位区 CN 赛区进化者系列公开赛。在今天这场 BO5 里面 ，Edward Gaming 和 Rare Atom 获胜者将会成为第一幕巨噬的冠军。康康，我跟你是很久的朋友了，希望今天可以打败你。我其实挺喜欢每次决赛能打败不同的对手的，这样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也比较有新鲜感嘛。康康手持飞将，没什么问题。用了最后时间再打一个。Steel 躲狙出门，而队友甚至有一把正义 C 点的纸，哦，支架山崩天给到了 Steel， 但是没有巡地剑进场。第二时间卡巡地剑的 timing， Steel 的操作空间很大，是还有步枪手在帮他做掩护。残局当中 C 区的一个落位，但很可惜，同时还在尝试巡地剑给一下，点里面球球正义点两个，最后一个围剿，漂亮球球的三杀。第二时间再给 Nobody 的战神位，但被杀了，队友没清。Nobody 拖了一个人下水，队友有一个强劲的补充，进攻方二换二换进去，残局 Steel 的进攻区再下一城，而 Steel 再补一个1v1， Steel 应该不会再换弹了。7秒钟，六秒钟，想骗出来了，短炮，没时间了，一发明君的子弹，呜、哦，康康站高，他有更大的视野优势，完全确认 EDG 是没有绕后的。我给正面对位，他现在必须要先找到这个明君的位置。哇，Smoky，差一点，没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哦，但是浩东这把英雄狂徒，浩东被锁死，但是浩东选择第一时间藏，暗影给的不错，但是标配没有打赢浩东的英雄狂徒。11v11，康康前压的狙直接狙到了 Viva， 被震，但是能力又有珠峰，暗影直接停了，惊雷卷底也给到了，有震荡，但是康康保护了队友 ，A 小暴动从眩晕里面醒了过来，进攻方二打三的残局 ，A 小的巨刃齐射，最后一人 Smoky 锁定，上官可能是现在被杀，名牌喷一个。现在进攻方还是非常劣势的，枪械想要撤不了了。第一时间对枪 ，Viva 对应一个；第二时间低包 ，Viva 倒了，马丁顶了一个，马丁也倒了 ，Nobody 四杀，他不确定最后一个的位置。爆能器没有拆掉，但是拆了一半，比赛结束了 ，EDG 13-11，大四个人爆团，传言闪背回来，哦，康康。Smoky 这波利用队友的异损完成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击杀，点里面围困一毫没有办法了，漂亮的短炮，但是 Stu 回防双杀没轰上去，但是抓到一个非常美妙的 timing， 踩雷飞进。第一季来说是浩东没给烟，之前先倒了，所以现在进攻方其实没有任何的烟可以用了。哦，这穿板感觉是上官可能露出来一点点，一毫异损导致一个双倍伤害的 Smoky 飞鱼秒价位加一个持续的泼水巨刃拿下 Smoky。的一个技能，爆能器能不能带进去？爆能器能不能带进去？爆能器还没有带进去，他在一豪的手上，现在一豪进不去。一阵拉两个队友在一豪面前快速的倒地。现在康康再打一个女皇指令，最后留下了马丁一个人当魁梧消失的时候，知道有一个人在左边，但第二个人完全不知道。踩到了右边，有机会，哇！多长时间能拿到信息？球，他用正义在50码开外的距离打成了一个双杀。马丁有点不死心，不死心就抬你走。最强优势的一些技能了，找到球球又是球球。点里面只剩下 Smoky 一个 ，Smoky 49滴血，只有一把飞将，先摘一个，又打了一把身体，好像三发子弹。两个人要双拉，哦，又打一发身体 ，Smoky 最后一发，哇！对面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，有可能是近，有可能是远，又把皮要三 ，Smoky 1v3，他又把皮蛋换掉了，尽力了这一分马丁，刚刚瞬间拉掉两个，但是现在点内已经是 R 一号，一号回来，但是球结束了，球最后三个轻松的点头，有点没法活了，拖时间 ，Steel 的步枪。他的眼里 EDG 的位置有点挤，是的 ，Steel 再打一个，还是试镜。而这个时候队友已经倒完了，只剩下他们两把步枪 ，Steel 和 U 们守住了这一分，因为经济已经是够了。对，抓到了这个位置。星际大厅里面其实人很多，皮尼这一波浩东找到一个鬼魅的机会，孤高火力也有收获，延散了，又是康康，又是他。一把躲过一劫，然后也到了。一把明君陷入了绝境，他没有办法操作。Nobody 腹背受敌，他很尴尬。打一个，打两个，配合队友，剩下小火龙一个人。就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拉到 B 点里面的一个空顶。哎呦，这是离魂飞到脸上。
没地方站，有优爪，结束了，只有四杀，但最后拿下比赛的是 EDG， 他们又一次拿到了孙赛区线下赛的冠军。我觉得我们放眼世界嘛，就希望下一次在世界赛的时候，我们能让国内的粉丝们就成绩再往前一步，让你们期待一下。我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，好的或者坏的，但是我很感谢与你们相见，因为好的或者坏的都会给予我很多能量，给予我很多东西，让我不断的往前奔跑。所以说，很感谢能够认识你们所有人。